竟然闯进了怪物的老巢。啥？可恶！这家伙力气好大！给我滚开！怎么还有这么多？不行了，视线过多，意识开始模糊了，四肢麻木，全身无力，只能到此为止了吗？十年前，我生活的这颗天启星迎来了巨变，巨大的神秘战舰毫无预兆地出现在各大城市上空，他们向星球上投射了无数嗜血的怪物，世界各地顿时陷入混乱，毫无防备的居民损失惨重，城市也变成一片焦土，末世降临了。但人们逐渐发现，伴随着怪物一同出现的还有一种被称为轮盘的神秘装置，利用几百怪物掉落的魔晶，就可以从轮盘中抽取各种物品，包括物资、武器，甚至开启超凡能力的药剂，都可以通过轮盘获得。自此，幸存下来的人为了轮盘，开始了无尽的争夺，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场残酷的生存游戏。而我终于要在今天迎来游戏的终局了吗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通道已开启，重临时间点确定，开始传送。重临时间点4530年9月10日，这不是浩劫降临的那一天吗？难道我重生了？居然真的可以重新来过，那这十年的末世生存经验是我最宝贵的武器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改变命运。如果我的记忆没错，现在距离神秘战舰出现还剩下3个小时，逆天改命的第一步就是获取物资。去哪儿啊，小伙子？用最快的速度开到最近的医院，这1000块就是你的了。哎呦，明白了，那您可系好安全带。喂，怎么开车的？找死是吧？到了，兄弟。在这等我。好嘞。先生，您要的药物都装进这个包里了。这是药费，不用找了。这人真奇怪。接下来咱们去哪儿？户外用品店。先生，东西都打包好了，您看怎么支付？刷卡，顺便把那玩意儿也给我装上。这把开山刀是吧？没问题，谢谢惠顾。必要物资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，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轮盘。来，停停停，都是别墅区，出租车不能进。别管他，冲进去，我再给你多加5000块。没问题。给我站住！队长，有辆出租车强行冲抢，请求支援。好了，师傅，就停这儿吧，辛苦了。赚钱嘛，不辛苦。几分钟后，钱就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。小子，撞坏了护栏还想跑？今天我非好好教训你不可。你先看看天上有什么好看的，别想骗我。我去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宇宙飞船吗？果然和我记忆中的场景一模一样。如果这场生存游戏还要继续，那么这一次我一定会把握机会变得更强。哎，
这是在拍特效电影吧？说不定我也有镜头，嘿嘿。战舰出现后五分钟就会发动第一波袭击，周围很快就会变成人间炼狱，要尽快到达轮盘所在地才行。哪位？送快递的。进来吧。还有一分钟，轮盘就要出现了。喂，你不是送快递的？啊，怎么回事？开始了，第一步攻击。开始了，第一步攻击。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末世降临了、啊、外面怎么了？怎么会突然发生爆炸？没什么，只是出现了很多怪物而已。怪物？你在开玩笑吧？我可没心情跟你开玩笑。那束光难道是出现了第一个降临这座城市的轮盘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会出现在我家？这是末日轮盘，要想在未来的世界站稳脚跟，就全靠它了。末日轮盘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在末世，一切资源都变得非常紧缺，而轮盘就是获取资源的最佳途径。看颜色，这应该是个一级的。啊，不对，竟然有七个槽位，比普通的一级轮盘多出了两个。难道它还包含隐藏物品？隐藏物品又是什么东西？一般的轮盘只能抽出食物、武器或者其他补给品，而包含隐藏物品的则有概率获得能强化体质的药水，帮你打怪的半兽，甚至更加稀有的道具。听起来怎么好像跟我之前玩过的游戏一样？你真的没有骗我吗？不信啊，那你打开门看看呗。好，你等着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哎，真是个倔强的女人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现在你信了吗？谢谢你。小事，我也是为了回收资源而已。资源？怪物消灭后形成的石头？没错。啊，小心，又有两只过来了。你躲好，这里交给我就行。好厉害，一瞬间就干掉了两只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叶明，你呢？木心。木星，他竟然是木星，前世全球唯一一个九星强者，实力超脱所有人的存在，但是现在怎么看都只是个普通女人啊。不过他既然能站在末世巅峰，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。叶大哥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就像你见到的一样，我们遭到了怪物袭击，虽然不知道是谁投放了这些东西，但想要活命现在就只能靠自己了。难道我们不能去外面求救吗？现在所有人都自身难保，根本不会有人来救我们。如果我没猜错，现在外面已经变成怪物的乐园了。怪物乐园？我先给你讲讲当下的生存法则，你一定要记清楚。在末世想要活下去，实力才是一切，而提升实力的关键就是轮盘。这个形状是那些怪物消失后变成的石头？没错，而且因为每个轮盘里包含的道具都只能被获取一次，所以必须赶在其他人之前尽可能抽到自己想要的道具。你的意思是轮盘不止一个？没错。叶大哥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信息的？这个嘛，现在暂时还没办法告诉你，总之能相信我就行了。
我知道了。那你在这等着，我出去再解决几只，让你看看轮盘转动是什么样子。千万小心呐。果然前期出现的都是些最低级的家伙。竟然这么快就收集到了14颗。运气好，遇到的都是低级怪。接下来只要把水晶放进去。哇，真的开始转动了，好期待呀，会抽到什么呢？幸运卡片、体质药水，随便哪个都行。真的开始转动了，好期待呀，会抽到什么呢？幸运卡片、体质药水，随便哪个都行。给我出。哇，是水果罐头哎。不是吧。不过我们好像不是很需要，家里还有好多食物呢。别说了，我的运气还是一如既往的黑，还能再抽一次，你来试试看吧。真的可以吗？嗯。那我就不客气啦。好紧张。初期的每次抽取都意味着快速提升实力的可能。让我看看未来的九星强者会抽到什么东西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好像不是食物。不会吧，竟然抽到了排除卡。是什么没用的物品吗？当然不是，排除卡可以去除掉一类你不想抽到的物品，从而提升获得关键道具的几率，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。原来如此，没想到我的易中奖体质在这里也行得通啊。哦，什么意思？你的运气一直很好吗？怎么说呢，我喝饮料经常会喝出再来一瓶，砸金蛋也总能砸出大奖，冲盲盒一次就中隐藏款，超市的购物抽奖还抽中过一头牛。原来他是靠这个成为九星强者的吗？既然你是欧皇体质，那就让我好好利用一下吧。天刚亮就出去收集水晶吗？今天的目标是100颗。这个男人还蛮可靠的嘛。既然这样，我可不能拖后腿。厨房可是女人的天下。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，没受伤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不过肚子好饿啊，有什么吃的吗？有倒是有，我平时不怎么做菜，所以你别生气，如果实在吃不下，就是昨天抽到的水果罐头吧。还行哦，挺好吃的，就是卖相差了点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。他竟然一点都不嫌弃。真的比我之前10年吃过的东西香多了。今天我几乎清理了这个小区所有的低级怪物，也只得到了不到30块水晶。没关系，也够抽几次了。去吧，看你表演，千万别让我失望啊。放心吧，抽奖我最在行。激光枪和重弩，不错，很实用的武器。要不要试试？算了，我手机臭得很。没关系，只要这样子。你在干嘛？我已经把好运气渡给你了。别逗我了，运气怎么会这么简单传递给别人？你去试试看嘛。好吧。当前可抽取次数6。抽到强化药剂的概率是1/6吗？还是有点低啊。你要是不放心，要不把这张排除卡用了，
排除卡已使用，排除最低等级物品饼干，当前可抽取次数五。我的排除卡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就这样吧。现在获得药剂的概率更高了，看看你给我的好运气会不会奏效。铁铃铃，铁铃铃，一定要抽到啊！抽到了，真的抽到了！皇天不负有心人呐！只要喝下它，身体的机能就能瞬间提升五倍。好厉害！那你快喝吧。别急，看我给你变个小魔术。魔术？好厉害，那你快喝吧。别急，看我给你变个小魔术。魔术？叶大哥，你在捣鼓什么呢？你过来看看，我来这里之前从医院搞到了一些肝素，只要按照一定比例和强化药剂混合，就能额外配置出一份药剂，虽然功效弱了一点，但却可以一瓶变两瓶。抽取一次轮盘不容易，所以必须要物尽其用。那个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？因为之前的十年，我就是这么活过来的。这个声音，叶大哥，我还有个问题。嘘，先别出声。怎么了？有东西过来了，快走到楼上。啊！什么东西啊？让你这么紧张？麻烦的家伙来了。麻烦的家伙，对，非常难缠。那个虫子也太吓人了吧！这扇门挡不住他们太久，咱们把衣柜推过来。好。叶大哥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虫子啊？那也是一种变异怪物，会无差别捕食所有幸存者。虽然每一只的战斗力并不突出，不过他们是成群觅食，发现一只就代表背后是一个军团。啊，他们过来了，等我破晓被虫子吃掉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你去房间待着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出来。啊，你要一个人对付他们吗？没关系的，刚才抽到的强化药剂正好能派上用场。来吧，恶心的家伙！冲进屋里的应该清理的差不多了，幸好有强化药剂，否则今天真的凶多吉少了。原来如此，居然是母虫，怪不得这群家伙这么卖力。这技能还真是跟上一世一模一样，要是别人，今天肯定会变成你的盘中餐。只可惜遇到的是我。你的弱点就是这里。无论打过多少次，还是觉得这些东西好恶心。木心，出来吧，都解决了。叶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没事，真的太好了。那么多怪物，我却一点忙也帮不上，对不起。别急，马上就有你能发挥的地方。真的吗？需要我做什么？虽然这些异虫看起来很恶心，但蚊子腿也是肉。送上门的食材，需要你去处理一下。食材？没错。虽然现在还能比较容易地找到食物，但很快吃的就会变得非常稀缺。末世的食物来源只有三种，一是搜刮物资，二是轮盘获取的奖励，三就是异虫。我明白了。那就好，这件事就拜托你了。
要让叶大哥看看，我也是能派上用场的。不错，这么快就处理好了这么多异虫。啊，你又要出去吗？嗯，我需要更多水晶和周遭的信息，所以这次会走得远一些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一定关好门窗，不要给任何人开门。我知道了，我等你回来。让我看看末世来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吧。普通人面对这些诡异的怪物，能做到同归于尽就已经是极限了。救命！救救你！救救我！把嘴闭上！你是想把整条街区的怪物都引过来吗？真是麻烦。怪物太多了，快跑！那里开着门。喂，快进来！来了。不行，这道门锁不上，你往里面跑。上楼。往后躲，别碍事。小心，他们又过来了。我去，往哪儿走呢？想让老子断子绝孙呢？一直跑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正好卢道地形易守难攻，那就在这儿做个了断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事？明明两天前我还拥有鲜花、名望、财富，可就在这些怪物出现的那一刻，一切都变了。真的无路可走了吗？我也要和其他人一样，被这些家伙给撕碎吗？喂，别在那里发愣，起来继续往上一层走。什么？这个男人竟然把这么多怪物都解决了，好强大。你要是想待在这里，我就先告辞了。不，不要丢下我。门口说不定还有怪物，到最顶层去，应该可以从天台到隔壁大楼。好的。这里怎么会有树藤？天台的门被挡住了，我把它们扯掉。等一下，别碰它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不是树藤，而是植物形态的怪物。这么流氓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活过这两天的。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。别误会，我可不是特地为了救你。啊？我只是怕被你愚蠢的行为牵连到而已。抱歉。门被锁上了。不，这道门是从外侧堵死的。那怎么办？当然是踹开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想不到这里竟然聚集了这么多幸存者。抱歉，我并不知道这里有人。我们是被怪物追到这里的，真的只是路过。说得轻巧，门都被你们弄坏了，要是那些家伙冲上来，我们就全完了。放心吧，楼道里的已经被我清光了。我信你个鬼！当我是三岁小孩是吧？你一个人能打得过那么多？大哥，看这小子的背包鼓鼓囊囊，里面说不定有物资。叶大哥，
怎么办？别怕，他们不是我的对手。我去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可能是颗火流星吧。那是星界钥匙。星界钥匙是末世最珍贵的东西之一，可以开启充满各种资源的星界秘境。在前世，无数高阶强者为了它抢破了头，这第一把钥匙我一定要拿到。喂，小子，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躲在这里，就必须把你包里的物资拿出来分享。抱歉，我没这个打算。这里还有其他路可以离开吗？离开？我劝你还是别犯傻了，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怪物，还是老老实实把资源交出来，大家抱团取暖。要是我拒绝呢？还是老老实实把资源交出来，大家抱团取暖。要是我拒绝呢？哼，你非要送死，我也不拦着。从那边可以跳到隔壁楼的屋顶，只不过之前想这么干的，都摔下去为了怪物。是吗？多谢。两栋楼之间的距离大概只有5米，对普通人来说确实很难成功，但对服用过强化药剂的我，没问题。叶大哥，我怎么办？我建议你留在这儿，跟着我，只会遇到更大的危险。是啊，美女，等你朋友办完事儿，他可以再回来接你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不，我不想留在这里，我要跟你一起走。你确定？嗯。那你背上我的包。叶大哥，你这是干嘛？别问那么多，抓紧我。哦。小子，你疯了？你的死活我不管，先把背包留下。你还是见识太少了。真敢跳，这小子不要命了。搞定。怪物，这家伙是个怪物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腿有点软。哦，这两个人倒是有点意思，就把他们当作下一个猎物吧。二虎，你还有烟吗？我这也抽完了，楼里已经翻遍，连个烟盒都没看见。这地方哪有那些东西？屋里锁着的几个人怎么办？男的回头扔到怪物堆里当诱饵，女的都留下。你们几个兔崽子在聊什么呢？小吹，无聊打发时间呗。大哥，外面都是怪物，咱们也出不去，难道就这么一直被困着？是啊，如今兄弟们手头的食物也没剩多少了，总不能守着这个破学院坐吃山空啊。慌什么，物资的事儿不用操心，只要我们拳头硬，别人的东西就是我们的。有道理。大哥，现在是不是就是电影里常演的世界末日啊？末日？不不不，对我们这些亡命之徒来说，这分明就是天堂啊。叶大哥，前面有怪物，我们怎么过去啊？别急，一会儿他们就走开了。跟紧我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嘘，小点声，别把怪物引过来了。哦，这就是你要找的地方吗？没错。好安静啊，这应该挺安全的吧？千万不要被表象骗了，这里可是学院，正是人多聚集的地方。可我连一个怪物都没看到啊。应该是都被幸存者给吸引进大楼了，我进去看看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别坐着了，过来把门给加固了。不行，3天没吃饭，我站不起来了。我也一样，已经饿得出现幻觉了。不对，不是幻觉，真的有人过来了。救命啊，我们在这里。大哥，
救救我们吧！我还不想死啊！叶大哥，那边有人求救。别看了，快点走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他们被围困多天，那栋大楼里肯定挤满了怪物。如今又这么大声求救，怪物们肯定都往那里去了，我已经救不了他们了。救命啊！叶大哥，他们被怪物……这就是末世，生离死别是很正常的事，你要早点习惯。只有我们更加强大，才不会沦为这些怪物的口粮。我明白了，叶大哥。可如果想求生的话，在之前的楼顶不是更安全吗？为什么要来这儿？因为这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物品，我必须得到它。是什么啊？一件可以让我不再惧怕这些怪物的东西。叶大哥，你救过我的命，如果有什么是我能做的，你尽管说。你的话做诱饵应该还行。叶大哥，你救过我的命，如果有什么是我能做的，你尽管说。你的话做诱饵应该还行。诱饵虽然听起来很危险，但是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愿意。我随口说说而已，命是你自己的，好好活下去就行了。他果然是个好人。咱们就这么盲目寻找吗？目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那里也有幸存者。那间教室的方向正好对着流星的落点。叶大哥，你去哪儿？我上去看看，你自己躲好。你小心点儿。老师，有怪物。别怕，不是怪物，是人。救命啊，怪物真的冲进来了。怪物已经被我干掉了。谢谢你救了我们。老师，我们趁现在逃吧。是啊，我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。你们别着急，我去问问那位先生。果然，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钥匙的坠落地点。这位先生。什么事？您身手这么好，能不能拜托你带我们离开这里？可以。但你们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刚才有颗流星从天空而降，应该就落在这附近。你们看到它落在哪儿了吗？我没看到。我也是。他说的难道是刚才那颗流星？我看到了，但是你必须把我们先救出去，我才能告诉你。怎么证明你的话是真的？那条光在下午3点左右出现，是从学校的东南方过来的。不错，时间和位置都对得上。我可以带你们三个走，不过要事先说明，楼道里怪物不少，就算能逃出去，受伤恐怕也是在所难免。什么？你那么强，就不能先去把那些怪物都干掉吗？同学，这些家伙很容易被异响吸引，万一招来更多，你们就一个也走不了了。如果只让你带我的两个学生走，能确保他们毫发无伤地出去吗？两个人的话应该问题不大。你可要说话算话。我没有必要骗你，但是你真的要放弃逃生的机会一个人留下吗？没错。这是老师，我答应你，现在可以告诉我流星的落点了吧？不行，等你们安全出去以后，我会把位置写在纸条上扔下楼。这女人考虑问题倒是周全。那我们走吧，两位同学。陈老师，你真的不走吗？你们快走吧，老师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听声音，外面应该只有三个。我们走后，你要赶紧把门堵好，
这样或许能多活一段时间。我知道了。你们两个跟紧我。是老师，再见了，一定要活下去啊。走开，跟紧了，不要停。好，怪物太多了，还好只带了两个人。趁着其他楼层的怪物还没过来，要赶紧出去。这种感觉不对劲，你们两个先别过来。怎么了？我感觉到一股非常危险的气息。让我看看，什么都没有吗？什么都没有才最不正常。按理说刚刚的战斗应该会吸引到走廊里的怪物才对，为什么会这么安静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保持安静，慢慢走下去。希望是我想多了。啊！希望是我想多了。啊！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窥视，难道是我的错觉？丽丽，你动我头发做什么？终于现身了。原来是阴影潜伏者，怪不得刚才一直没有发现。必须猛击腹部的要害才行。还有效果，倒是变异后的铁甲型，难怪他敢把腹部暴露给我。这家伙速度好快，好痛。叶大哥，命令，拜托你扶我一下，我腿软了，站不起来。不，我必须逃走，不能留在这里。命令，不要丢下我。完了，真是太危险了。幸好带着从轮盘抽到的武器，不然怕是真要凉了。另一个人呢？我在这儿。再被我发现你抛弃同伴，就别跟着我了。我知道了。不好，一定是刚才的打斗把周围的怪物吸引过来了。叶大哥，我们快跑吧。是啊。不行，必须在这挡住他们，你们退后。叶大哥。初音，怎么是你？叶大哥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不是让你找个安全的地方等着我吗？我在下面等了半天也不见你出来，刚才又突然出现了很多怪物，我实在太害怕了。很多怪物。嗯，刚才教学楼后面的房子突然发光，怪物都循着光过去了。你是说能吸引怪物的光源？没错，我趁着那些怪物离开的功夫才能进来找你。谢谢，你提供的信息很有价值。真的吗？能帮到你就好。能吸引怪物的光源只有一种，那就是轮盘发出的光。轮盘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回头再告诉你，这里不安全，
咱们先出去。好，这两个女生是你救下来的吗？嗯，我果然没看错人。潇潇，刚刚我不是故意丢下你的，实在是太害怕了，所以才……我明白，如今这世界只能自保，指望不了别人。叶大哥，你怎么停下了？我在等一张纸条。纸条？陈老师，我们已经出来了。小声点，别把怪物引过来了。太好了，他们两个都没事。谢谢你，帮我达成了最后一个愿望。叶大哥，这纸条上写的什么？流星的坠落地点。我明白了，他用告诉你地点作为条件，让你救出这两个女生。没错，刚刚楼道里怪物太多，我无法同时保护三个人，他才会选择自愿留下。那现在赶紧叫他下来，一起走吧。这栋大楼目前还算安全，先让他躲在这里吧，等我办完事再来接他。叶大哥果然聪明，连这种事都想到了。哦，竟然坠落到了旁边的工地，这个地方一般人倒是不会注意到。如今有两个目标，一是秘境钥匙，二是初音发现了新轮盘。那个卖队友的短发女生不太靠得住，万一被她找到钥匙又藏了起来就麻烦了。初音，带我去你说的看到发光的地方吧。初音，带我去你说的看到发光的地方吧。可是那边聚集了很多怪物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怪物多才说明有好东西吗？好，我都听叶大哥的。虽然我只负责把你们带出教学楼，但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一起来。我愿意。刚才那束光就是从这栋建筑里发出来的，很多怪物都冲进去了。很多怪物？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？不会是想用我们当诱饵吧？现在可是末世，哪里没有怪物？我还没有无耻到用陌生人当诱饵的地步。初音，你照顾好自己，无论发生什么都别进来。我明白了。至于你们两个，如果害怕的话随时可以离开。叶大哥，你一定要平安出来，我还以为他真要拿我们当诱饵呢。不过他也太虎了吧，即便是有武器，里面的怪物一拥而上，怎么可能打得过来？潇潇，跟我来，我有事要和你说。嗯，什么事？咱们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吧。可是大哥哥让我们在这里等他。拜托你清醒点，里面怪物那么多，他万一出不来，咱们难道要在这等死？啊，不会吧，大哥哥很厉害。他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，要是里面的怪物都冲出来，他还能顾得上保护咱们？你们在那边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那个，我肚子疼，想让他陪我去趟厕所。那你们快去快回，不要乱跑。嗯，快走。果然，被轮盘吸引而来的怪物还真不少啊。不过，似乎没有变异怪物，还算走运。来吧，咱们速战速决。啊，是枪声！那家伙搞出这么大声音，把其他地方的怪物吸引过来怎么办？快走，这里已经不安全了。可我们能去哪儿？去教室宿舍，那里几乎没人，所以应该不会有怪物，而且还有不少食物。可那个姐姐怎么办？这个时候能自保就不错了，管她做什么。啊，不行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大姐姐，这里不安全，跟我们一起去教室宿舍楼躲起来吧。潇潇真是个傻子，多一个人就多分一份食物，早知道刚才我就自己走了，何必拉上他？不，我不会走的。可
是一会儿怪物围过来，咱们就跑不掉了。如果你想离开，我不会怪你，毕竟生命只有一次。但是夜明远比你想象的要强大，我相信他绝不会倒在这种地方。就算他很厉害，但万一呢？先找个安全的地方等他出来也行啊。有夜明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你们想走就走吧，不用管我。果然没错，这里真的有轮盘。啊，等等，这不是普通的轮盘，而是三彩盘，怪不得会吸引如此多的怪物过来，这里面可是能抽到特殊职业技能啊。彩色轮盘的颜色越多，出现高等职业技能的可能性就越大，比如科学家、刀客、药剂师。这个轮盘虽然只有三色，但也非常珍贵了。上一世我压根连彩色轮盘的面都没见到过，我这20年的老飞球难道真的转运了？叶大哥，我已经把好运渡给你了。木星这技能也太 bug 了吧，竟然能把运气渡给别人。潇潇，他不愿意走就算了，何必强人所难呢？咱们走，让这个傻子留在这给夜明收尸吧。站住！怎么改主意了？你们是走是留我不管，但别忘了刚才是谁救你们出来的。啊！你敢打我？好了，丽丽，疯女人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兄弟们，我发现了个有趣的东西。是什么？楼下出现了三个小妞，其中有一个很对我的胃口。你们两个现在就下去，把那些小妞给我抓回来。是大哥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楼下出现了三个小妞，其中有一个很对我的胃口。你们两个现在就下去，把那些小妞给我抓回来。是大哥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可恶，气死我了。丽丽，虽然大姐姐动手不对，但刚才你说的话确实是有点过分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非要带她走，我怎么会挨这一耳光？对不起。嘘，别说话，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是怪物！快跑！他追上来了！丽丽，快起来！小小，对不起，只能急着你了。真是忘恩负义，叶明救了他，不仅不知道感恩，竟然还说那么难听的话。嘿嘿，小美人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谁？当然是你的好哥哥我呀。啊，滚开，离我远一点。这里这么危险，我来陪你不是应该的吗？你流氓，放开我。哼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我们怎么可能让你走呢？不过你要是把哥哥们伺候好了，饶了你也不是不可能。呸，你做梦，等夜明回来一定会教训你们的。夜明？你说那个臭小子？哼，他进了怪物的聚集地，死定了。不可能，叶大哥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别担心，没了他还有我们呢。别废话了，赶紧过来搭把手。我要活着，必须要活着。哎呀，今天运气真不错，又遇见一个小妹。你看好这个妞，我去把那个也抓来。没问题。不要，你别过来。
老三这个腿脚真慢，连个小姑娘都追不上。小丫头骗子，敢咬老三，你给我站住啊！救命啊！没用的，你就是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。叶明，快来救我！我劝你最好老实点，否则老子现在就把你给办了。是吗？那我还是先把你办了吧。啊！我的手，我的手！初音，你没事吧？叶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死的。谢谢你，能不能先放开我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从怪物堆里出来的？无可奉告，敢动我的人，看拳！还有你这张臭嘴，永远闭上吧。那两个女生呢？他们刚刚跑到前面去了。走，我们一块过去看看。嗯。你是什么人？大哥哥，谢谢你来救我。你刚才不是还说叶明死定了吗？你的朋友呢？他为了救我被怪物抓住了。叶大哥，这两个流氓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放在这里就好，怪物会关照他们的。你们先去多媒体中心，那里被我清理完了，是安全的。好。他竟然能打过这么多怪物，怪不得这女的要黏着他。我得想办法抱紧这条大腿。他竟然能打过这么多怪物，怪不得这女的要黏着他。我得想办法抱紧这条大腿。怎么又来了？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来救救我？我真的不想死。我说，你这门堵得够死的。是你？你不是已经带他们离开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楼里面的怪物都被我清理干净了，这附近还算安全，所以我就来带你走。真的好害怕，害怕变成怪物嘴里的食物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那些家伙伤害你的。对了，丽丽和潇潇他们还好吗？说来话长，咱们先离开这里。也不知道叶大哥让我们收集这些水晶做什么用。这破石头上还有黏糊糊的液体，好恶心。丽丽，陈老师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潇潇呢？他去哪儿了？潇潇他为了救我被怪物给……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两个信不过叶大哥，离开教学楼之后就和我们分开了，然后就遇上了怪物。哼，要是你们当时一起把陈老师救出来，潇潇或许就会没事。你说的轻巧，要是有那么容易，叶大哥怎么可能会不救他？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潇潇没了，你们都有责任。怪物横行的世界，谁都不能保证活下去，救人本就是一种奢侈的举动，你最好认清楚这一点。如果你不满意，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回去。我不要。丽丽，叶明说的没错，现在这种情况，谁也没有义务对别人的性命负责。他愿意回去救我出来，也是冒着很大风险的。我们谁都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一直保护。
后面，要努力靠自己活下去。这个老师倒是个明事理的人。对了，叶大哥，你让我们收集那些水晶是做什么用的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只要有足够的水晶，就可以从这个三彩轮盘里获得一项职业。那你看这些够吗？应该差不多了。在前世听别人说过，放入彩色轮盘的水晶越多，就有更大的几率获得高级职业。先试一次看看吧。哇，真的会转啊，好像电影里的东西一样。来吧，看看我这一世能抽到什么职业。你获得了职业工匠，可进行装备制造和改装，并拥有其他额外能力。当前等级见习。不是吧，竟然是工匠，还只是个见习。花了这么多水晶就得到一个辅助职业，还是最低等级。可为什么这个职业徽章的颜色花里胡哨？按理说每个职业只有一个相应颜色才对。算了，想那么多也没用，看来木星给我的好运都用光了。叶明，你得到什么了？你们自己看吧。工匠，这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采集、强化、锻造、附魔、镶嵌，好厉害啊！什么？还有特殊能力？让我再看一眼。五个额外能力，原来如此。怪不得徽章上会有五种颜色，看来我真的是转运了。接下来我会尽快清理掉这所学院里所有的怪物，你们只要帮我收集掉落的水晶就行。好的，交给我吧。哼，不带我们去安全的地方，反而让我干这么恶心的活，真是够了。接下来我会尽快清理掉这所学院里所有的怪物，你们只要帮我收集掉落的水晶就行。好的，交给我吧。不带我们去安全的地方，反而让我干这么恶心的活，真是够了。这小子是个狠角色呀，一个人能对付这么多怪物，但他为什么不离开，反而要主动打怪呢？应该是打算在这所学院里搜刮资源吧。那完全可以制造噪音把怪物引走，没必要冒险硬刚。那几个女人好像是在怪物消失的地方捡东西。捡什么？怪物难道还会掉吃的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快，把所有人都叫过来。啊，咋了哥？我有一个重大发现。想不到只是跟在后面捡东西也这么累人。给，我这里还有点压缩饼干，你拿去给他们分着吃吧。谢谢。这栋建筑里所有的怪物都清理完了，里面的卫生间也还有自来水可以饮用，可以作为暂时的避难所。我准备去寻找之前掉落在工地的那颗流星。背着背包行动不便，你先替我保管吧。包里有不少食物，还有一些药品和工具，这些物资在末世非常珍贵，千万不能丢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全都放在我这儿？没错，陈慧和那个女生我现在还信不过。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就在这里多好，不要到处走动，免得再遇危险。我明白了。喂，外面所有的水晶我们都收集完了。谢谢，我先离开一段时间，很快就回来。如果有怪物冲进来怎么办？工匠锻造术发动。如果真的来了，你们就用这个保护自己，一味依靠别人只有死路一条。也给你一把。谢谢。我走了，你们自己小心，千万注意安全啊。放心吧。这家伙肯定是准备丢下我们自己溜走。莉莉，世界变了，我们不可能还像从前那样生活在他人的庇护下，你要学会保护自己。按照陈慧给的信息，
钥匙掉落的工地就在这附近，就是这里，要从哪找起呢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女人？我还活着。别动！你干什么？刚刚可是我救的你。少废话，说，你是什么人？是不是那些家伙的同伙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这小子，好大的力气！你又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是保卫局的。保卫局？那你不是应该去对付怪物吗？怎么会出现在工地？这里有比怪物更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。还能有什么更棘手的？一伙从监狱里越狱的重刑犯。小心，到这边来。嘿嘿，莫督察果然厉害呀，从五楼掉下来还能活着。这群人就是你说的重刑犯吗？没错。他们干嘛追着你不放？哼，因为他们都是被我送进监狱的。您赤手空拳怎么跟我们斗啊？乖乖出来，我给你个痛快，否则就别怪弟兄们辣手摧花了。一群犯人，哪来的这么多武器？他们应该是洗劫了局里的武器库。既然这群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，我就不必留情了。那娘们没武器，你们冲过去把他逼出来，咱们抓活的。我好像看到他身边还有个男的。不用管，直接做掉。没问题，那小子是我的了。对不起，我对你可没什么兴趣。什么？大哥，那小子也有枪。该死，给我打。这今天就让你们归西，去死吧。人呢？人怎么不见了？在这儿呢，蠢货。不好。大哥，请关心别人，再来一拳。别打了，我投降。莫督察，饶命啊！以前我没得选，现在我愿意甘心归阵。那就给我老实点，听懂了吗？是，小的知道了。贱女人，你等着，老子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莫督察，饶命啊！以前我没得选，现在我愿意甘心归阵。那就给我老实点，听懂了吗？是，小的知道了。贱女人，你等着，老子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干什么？他明明已经放弃抵抗了。莫督察，现在是末世，你不会天真到认为他是真的想当个好人吧？如果没有出现这些怪物，那群人也早晚会被送上刑场的，不是吗？可是，请你记住，对恶人的善良只会造成更多的悲剧，所以对于这些人渣不能手下留情。这人说的也不完全没有道理，毕竟这些人本就罪大恶极，可他这么年轻，到底是经历过什么才会做事如此果断？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这个工地干什么？我叫叶明，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，我必须找到它。是什么？我可以帮你。一把钥匙。钥匙长什么样子？我也没见过呀，不是很好描述，不过外形非常特别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好吧，我试试看。找到了，你看看是不是这把。不愧是保卫局的人，动作就是快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不是这个吗？造型明明很别致啊。确实挺别致，不过不是这把。切，让我白高兴一场。啊，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哪里？就那个方向。确实有东西在移动。我觉得是条狗呢。狗？对，我在这方面预感很准的。我去，真的是狗。还是条二阶的变异犬，该死，好快的速度。糟了，叶明，怎么停下了？
没搞错吧？他这是在舔我。他好像跟你很亲热的样子，是你养的吗？不是啊，我家里什么宠物也没啊。等等，你不会是帝皇丸吧？帝皇丸？你什么起名水平啊？他原本是只流浪狗，小时候受伤被我救过，那时候长得圆滚滚，所以就叫他帝皇丸了。我喂了他好几年，没想到能在这儿遇上。可是这只狗明显是发生了变异，你还要把它带在身边吗？没关系，变异都是一次性的，它既然还记得我，就不会有问题。好了好了，别舔我了。这人也不光有冷血的一面吗？大哥，咱们上次派出去的两个兄弟找到了，让他们过来见我。这恐怕办不到，他们两个已经被怪物啃得面目全非了。你说个屁啊！让你着急的其他兄弟呢？到了到了，他们都到了。哦，大哥，昨天这个地方来了个不知死活的兔崽子，还搞折了我们两个兄弟。哥，那俩不是被怪物干掉的吗？你给我嘴闭上！总之，那个小子很危险，留着肯定是个祸害。哥，你就说让我们怎么办吧。直接去灭了他，绝不能让那小子影响咱们称霸末世的宏图大业。而且那小子身边还跟着几个不错的妞，这里谁立了功，那些妞就是谁的。大爷说的对。阿黄你留下，我另有事安排。哦，什么事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怎么感冒了？没事，大概是有人在惦记我吧。天都黑了，你还要继续找下去吗？当然，直觉告诉我，就快要找到了。好，我就信你一次。这束光，没错，一定是秘境钥匙。就是他，有了他就能开启秘境，获得大量资源了。一把钥匙，瞧把你高兴的。怎么了帝皇王？怎么了帝皇王？木督察小心身后。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攻击技能发动，武器强化。停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如果我没记错，这家伙是三阶变异生物，血尸巨蜥，多亏有职业技能强化武器，否则还真是砍不动他。好快，帝皇丸吸引注意力，中，停。虽然力度不小，但还不够致命，必须攻击他嘴里的弱点才行。再来，这家伙故意把嘴闭上了。帝皇丸，叶明刚才说这怪物的弱点在嘴里，有什么办法能够得到吗？那是。这家攻击范围太大，没功夫给武器充的，真是没人。不好，他想撞过来。叶明，让开！是他。不是吧？居然直接用钢筋扎穿了，这女人的力气到底有多大？哦，谢谢你，帮大忙了。不用客气，之前你救了我一次，现在咱们打平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现在需要优先收集的资源，你就当成是一种特殊的石头就行。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？这东西有什么用啊？
很快你就知道了。你接下来准备去哪儿？有人在旁边的学院等我。你呢？要回保卫局吗？我的同事为了阻挡怪物全部牺牲，现在想回也回不去了。那要不要考虑跟我一起走？末世这么危险，咱们一起行动，生存的几率会更大。叶敏虽然做事有些激进，但并不是个善恶不分的坏人，而且似乎对这些怪物还很了解，是个可靠的人。好，我愿意和你组队，但并不代表完全听你命令哦。如果让我干坏事，我绝不会答应。没问题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莫燕。二位相处得很不错嘛。什么人？小子，你死到临头了，我大哥指明要做了你，乖乖束手就擒吧。他们是谁？我之前打败了两个想要绑架女孩的匪徒，看来是他们的同伙来报仇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畜生，快放开我！变变异狗，还敢分心？上的都好快，完全不给我机会啊！喂，说吧，你们为什么来杀我？吴哥说，你害了我们兄弟，而且还要和我们抢地盘。你这位五哥现在在哪？就在学校食堂里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去会会这个五哥。一个人？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对付几个流氓还是绰绰有余的，况且我还有地黄丸。只吃这点饼干根本就填不饱肚子。哎，梁初音，你那个包里还有别的食物吧？快拿出来。没了。骗谁呢？我都看见了，你不会是想独吞吧？啊，丽丽，你冷静点。剩下那些是留给叶大哥的。姓叶的把我们丢在这里，一个人到外面去，现在说不定已经开溜了。你胡说，叶大哥绝对不会做这种事。丽丽，梁小姐说的对，叶明他不是那种人，不然也不会专程回去救我出来。陈老师居然跟外人站一边，真是靠不住。如今我只能依靠我自己了。臭婊子，仗着有那个叶明撑腰就处处针对我。哼，喜欢守着那个破包是吧？那你就去地狱守吧。臭婊子，仗着有那个叶明撑腰就处处针对我。哼，喜欢守着那个破包是吧？那你就去地狱守吧。什么声音？少爷，该死，正要动手就被打断了。老师，我好害怕。初音，是不是怪物发现咱们了？应该不会，叶大哥走之前把怪物都清光了。难道是其他逃难的幸存者？喂，是谁在外面？哟，里面还真有小妞啊。那还不快点砸。得嘞。嚯，有三个呢。啊，你们是谁？小美人，这东西这么沉，还是哥哥帮你拿吧。你别说，这妞长得还真不赖啊。那个归你，这边的归我了。你别过来。陈老师，你认不出我了？当年你罚我站走廊的时候可厉害得很啊。你是白刚？这群人都是疯子，我绝对不能落在他们手上。那个短头发的女的跑了，胖子去把她抓回来。好嘞。该死，没被怪物发现反而要被匪徒抓走吗？
臭女人，给我站住！那边有出口，什么情况？门怎么打不开了？小老鼠被我抓到了吧？你们这些女的总是见到我就跑，我长得有那么吓人吗？大哥，您比其他人帅多了，求您饶了我吧。哦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是那些女人没有眼光，我就很喜欢你这样的。好，那你就在这证明给我看吧。什么？老大，我回来了。怎么只有你自己啊？那个小妞呢？那丫头太弱不禁风，我一不小心她就没气儿了。哼，你这种体格还不知道手下留情，真是白痴啊。这妞怎么了？反抗的时候把刚子给咬了，就给了她一巴掌，到现在还没醒呢。一群混蛋，赶紧把我们放了，否则叶大哥回来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胖子，去把那小妞嘴堵上，我有事要说。明白。在座的都是跟我打拼多年的兄弟，所以我就开门见山了。老五一直派我们出来干脏活累活，自己在背后坐享其成，我已经受够了，所以打算自立门户。老大，我跟你。我也跟你。老五阴险狡诈，根本不为弟兄们考虑。没错。很好，现在就回去干掉他，抢了剩下的物资，咱们兄弟们好快活快活。快点请，上面还有一层呢。五哥，咱们大晚上不睡觉，捡这些怪物留下的垃圾石头干啥？你懂什么？这些可都是宝贝。宝贝？就这玩意儿？哎呀，快跟红。那小子一直在收集这种晶体，虽然不知道能拿来干嘛，但肯定不是一般物件。东子哥，食堂里没人，老五应该是还没回来。真是天赐良机呀，咱们进去埋伏他。哎呦，混蛋，是谁扔的骨头？我只是随手一扔，没想到你接得挺准啊。是你小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自己送上门，省得你们兜圈子，难道不好吗？看来老五派去抓他的人失手了呀。东子哥，咱们人多，一起上吧。别急，打打杀杀的多没意思呀，把那女的带上来。哼，明白了，还是老大玩的花呀。东子哥，咱们人多，一起上吧。别急，打打杀杀的多没意思呀，把那女的带上来。哼，明白了，还是老大玩的花呀。给我进去。瞅瞅，这是谁？小子，你女人在我手上，劝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知道她是我的人你还敢动，真是不知好歹。你说什么？工匠技能发动，锻造。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混蛋，刚子，给我上，干掉他。木易，你照顾好他，敌人交给我。好。来吧，你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渣子。臭小子，竟敢伤我们老大，吃我一拳，尝尝我的。真是废物，还愣着做什么？一起上啊。克苏，雕虫小技，我一边待着去。你很能打呀，不过我可还有一个人质。叶明，又搞这一套，还有完没完？哼，怕了吧？想要他活命，就老老实实的给我装些物资。你想得美！谢了。
小意思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但是你的背包……背包怎么了？是丢了吗？嗯，我们被绑来的时候，背包就被他们给夺走了，也不知道藏在了哪儿。是我辜负了你的信任，我现在就去把包找回来。哎，算了，丢了就丢了吧，别再冒险回去。可是没有包里的食物，咱们怎么办啊？这间食堂是这帮家伙的储藏点，物资还算充足，全部带走就行了，所以你不用自责。谢谢你呀，大哥，你真好。啊，那。五哥，你让我捡的石头跟这个圆盘上的石头形状一样哎。那下面有个盒子，去把捡来的水晶都放进去。得嘞。哇哦，动了动了，好神奇啊。原来如此，那小子一定是靠这个变强的。五哥，你说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？蠢货，超市的抽奖轮盘没见过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停了，停了！快让我看看出了什么宝贝。恭喜您获得了初级战士药剂，服用后可晋升为一星战士，使力量和速度大幅提高。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！五哥，这个我懂，跟我之前玩的游戏里一样，把这个喝下去就能变强。原来如此，你还能派上点用场吗？不过那毕竟是游戏，真喝下去有啥后果我也不知道。你故意耍我是吗？不，我就是给您提个醒。哼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今天老子就豁出去了。喝一口试试看。哥，你慢点喝呀，小心拉肚子。这就是力量的感觉吗？我去，哥，你不会是要变异了吧？等着，我现在就去叫人来救你。什么东西？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怪物啊？这次死定了。救命啊！怎么没动静了？五哥，这就是强化之后的力量，一星战士。怪物，受死吧！哥，你太牛掰了，竟然能一拳干翻一只怪物！可有之后打怪变得如此轻松，爽，太爽了！以后咱们遇到怪物，是不是就再也不用怕了？没错，以后轮到那些怪物怕咱们了。五哥威武！走，回去让东子他们见识见识我如今的实力。以后轮到那些怪物怕咱们了。五哥威武！走，回去让东子他们见识见识我如今的实力。五哥，请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五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都是叶明那个臭小子干的，他还把咱们的物资都拿走了。什么？叶明，这次我一定要亲手把你碎尸万段。到了，这就是我给你们说的临时基地。你们先把行李放好，我去把木星叫下来。好的。木星，我回来了。嗯，人呢？叶明，快来，厨房有张纸条。在哪儿？呢？就在那边的冰箱上。
叶大哥，超市有轮盘，我替你去看看。这傻女人，外面这么危险，她居然一个人出去。不对，如果按照因果律，母亲在未来会成为九星强者，那就绝不会在这里丢掉性命。叶大哥，你的朋友不会出什么事吧？这里没有打斗痕迹，应该没什么危险。我要去纸条上提到的超市看看新轮盘，你们几个呢？我要跟你一起去。这几人里，初音对我的信任度最高，感觉也十分敏锐，能帮我分担不少压力。那你跟我一起吧。也带上我吧，我学过急救，一般外伤都可以处理，肯定能帮到你们。莫叶，你呢？要留在这里吗？废什么话，你之前亲口跟我说咱们是队友，要去当然一起去。好，那就一起去。出去一趟要耗费不少时间，集体行动还携带大量的物资，除了莫叶，梁初音和陈慧都是普通女生，没办法带太沉的行李，怎么办呢？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想随身携带更多物资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让我想想。有了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好家伙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这东西你从哪儿搞来的？这是我们局里的工程车辆，一直停在地下车库没开过，油箱的还是满的，现在正好能派上用场。有了它，你想带多少物资都没问题，遇上普通的怪物甚至可以直接压过去。太棒了，你可是帮我大忙了。客气什么，咱们出发吧。木星的字条没有明确的地址，咱们就从最近的那家超市开始排查。真棒，平推过去之后再回头捡怪物身上掉落的魔晶，省了大力气。你先别高兴，怎么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劲？没错，怪物的数量很不正常，附近的街区都被我清理过，不应该还有这么多，而且不是冲着我们来的，像是在逃跑。你们快看，那边有什么东西过来了。好可怕的战斗力，那到底是什么？不好，居然是四阶的变异白猿，这家伙力大无穷，极其残暴。我记得那家伙的弱点是背后暴露在外的脊椎。不好，他往这边来了。都坐稳了，我尝试着甩开他。没那么容易，这家伙正面几乎刀枪不入，不可能被我一脚解决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等下你吸引他的注意，我会尝试绕到他的身后。好。就是现在。喂，大家伙，看这里。干得漂亮。现在轮到我了，工匠技能发动，强化，结束了，恶心的家伙。这下算是真的结束了吧？
找准机会放倒他并不难，主要他总是乱动，不容易命中罢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你要我吸引他的注意力。不过也多亏用了强化术，不然还真不一定能一击必杀。真是越来越期待工匠技能的其他用途了。陈老师怎么样了？他背后的伤口比较大，需要缝合，可是我们没有麻醉药。那怎么办？有家医院离这儿不远，我们去碰碰运气。可是这样需要绕一大圈，莫西要是一个人在超市也可能遇到危险。不如兵分两路，你们去医院，我先去超市看看情况。你独自行动太危险了。放心吧，我的身手你知道的，如果情况不对我会立刻离开。那你一定不要逞强。还有一点，怪物会无意识地向轮盘方向聚拢，千万注意。明白了。楚英上车，咱们去收集医疗物资。好。你在车上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你千万小心。知道了。需要的物品都在药房，前面转弯就是了。什么东西？圆规鳄！该死，怎么就碰上它了？这东西与地黄丸和白猿不同，不是本土的物种变异，而是来自天外的怪物，十分强悍。虽然只有二阶，可也不是现在的我能干掉的。得想办法困住他，趁机取药。我记得后备箱里有一把弓箭、钢板和绳网，应该就在这里才对。找到了，先要用钢板做素材，强化弓箭本体，增加穿透力。工匠技能强化，发动。成了。接下来就要用融合术了，将钢体的强度融合进绳网。成了。钢制于我，这下应该可以暂时困住那家伙了。成败在此一举。我也没伤到他，这家伙脾气怎么这么大？终于到了，针管、纱布、麻药，还有止痛药，真是太好了。不好，这家伙挣脱了，他怎么对我的仇恨这么大？那是，原来是在孵蛋，难怪这么暴躁。叶大哥怎么还没出来？我还是进去看看吧。那边好像有什么声响。样子，叶大哥应该就在那个屋子里。叶大哥，叶大哥，初音，我被困住了，你用那些蛋吸引他的注意力。明白了。好沉。干得漂亮，怪物成功被引走了。初音，快跑，怪物去找你了。好沉。干得漂亮，怪物成功被引走了。初音，快跑，怪物去找你了。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好了。这下他应该不会再来追我们了。知道蛋分三路，这丫头还挺聪明。趁现在赶紧离开。你还真是经不住夸。叶大哥，谢谢你。那只怪物不会追出来吧？放心，圆规鳄的母性极强，它不会离蛋太远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刚才多亏你了，不然我还不知道要被堵在屋里多久。能帮到你就好。五哥，咱们这是要去做什么呀？当然是去找那小子，扒了他的皮。敢和我作对，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死。
少废话，快点骑。这都骑了半天了，咱们去哪儿找他呀？去超市，那小子带走的食物不多，肯定要去超市进货。咱们就去那儿蹲他。哥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那是，快点骑。到了，这就是最近的超市。五哥，等等我，小心有怪物。没出息，我现在可不怕他们。这里空空如也，是不是已经被人扫荡一遍了？啊，五哥，正好有袋面。你从哪儿找到的？就从上面掉下来的。上面？是怪物！慌什么？我去，他跳下来了！没事，看我一拳解决他。他怎么不咬咱们？我又不是怪物，我怎么知道？走，跟上去看看。这不太好吧？怕死你就待着。我来。什么怪声？哦，这是。五哥，这么多怪物，很危险的，咱们快溜吧。跑什么？我们撞大运了。你躲一边去，这些怪物交给我。出来吧，怪物都解决完了。五哥威武，亮个相吧，小宝贝儿。我猜的没错，果然是新轮盘。去，把怪物掉下来的水晶都捡过来。是，跟学院里那个好像不太一样啊。哥，晶体都在这里了。就这几颗？这轮盘启动一次就要10枚水晶，根本不够啊。刚刚那些怪物都是自己走过来的，咱们要不就在这守株待兔吧。只能这样了。那你还不快去门口望风，没用的家伙。是。伤口已经缝合好了。谢谢。不客气，以后如果我们受了伤，还要劳烦你了。好。叶大哥，你刚才消耗体力过多，赶快休息一下吧。没事，我不累。什么声音？肚子叫了。快吃点东西吧，等会儿我们去跟莫叶会合。已经盘查过3个超市了，并没有发现轮盘，如今就只剩下最后一家了。不对劲，前面几家还有点怪物的声响，这里怎么会如此安静？好多怪物粘液，难道已经有人把这里的怪物都清理掉了？没想到怪物没等来，却等来个小妞啊。什么人？哟，看样子还是个督察员，老子喜欢。你找死！好烈的妞啊，那老子就陪你玩玩。没想到怪物没等来，却等来个小妞啊。什么人？哟，看样子还是个督察员，老子喜欢。你找死！好烈的妞啊，那老子就陪你玩玩。好快！可以吗？竟然能躲开我这一拳。废话真多。倒是我小瞧你了，把你压箱底的招式都使出来吧，接下来我可要认真了。好，就让你见识见识日次冲拳。你的绝招就这？怎么可能，这一拳有10年的功力，他居然这么轻易就倒下了。再来。痛快。大哥好厉害啊，能跟督察员打得有来有回，速度快的我都看不清了，我也要帮忙才行。糟了，没注意身后。干得漂亮。
是我太久没锻炼了吗？怎么连这种家伙都打不过？看你这眼神，是不服喽？那我不介意打服你。敢动我的人，问过我没有？无意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原来是你小子，自己送上门来，倒省得我去找你了。少废话，看招！不过如此，该我了。这是一星战士的速度和力量，怎么样？怕了吧？一个变强的垃圾棒，给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可是嗑过药的，为什么打不过你？虽然药剂是让你增强不少，但在我十年生死搏杀的经验面前，你还差远了。大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您放我一条生路吧。若您看得上，我愿给您当牛做马，绝无怨言。不上台面的东西。我的手。实力不行，心思还不少，真是太可笑了。那个马仔跑了，不去追吗？他一个普通人，在外面活不了多久，不用浪费时间了。你怎么样？还能走吗？这点伤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快点看看那个奇怪的装置吧。木星说的轮盘，应该就是他。叶大哥，我到处都找遍了，也没发现木星的身影。我知道了。你不担心他的安全吗？放心吧，从现在往后十年，他都能活得好好的。十年？难道叶大哥还能预知未来？既然没找到木星，我们要决定下一步到哪里去。你们有什么意见吗？我只要能跟着你，去哪都行。我听你们的。莫叶，你呢？你是队长，路线自然由你决定。好。那咱们就去城南，珍珠湖。叶大哥，这些都是你从刚才那个轮盘里抽到的吗？没错。这个项链好漂亮啊。好看吧？这可是带刺的玫瑰，一不小心就会把人变成怪物哦。快拿开！逗你玩的，这就是个可以提升精神力的道具罢了。轮盘这么珍贵，咱们能不能把它藏起来呀？不行，轮盘是无法挪动位置的，而且我已经把这个轮盘抽空了，别人发现了也没用。你真坏。不开玩笑了，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和你们说，这里有三瓶强化药剂，喝了以后可以提高人的身体机能，比如力量、速度还有抗打击能力，我打算把这个分给大家。既然这么强，你喝了不是更好吗？你们都是我的战友，只有大家都变得强大起来，我们才能更好的行动。可以像你一样厉害吗？那恐怕不能，不过对付一般的怪物是足够了。叶明，我一直想问，轮盘怪物之类都是突然出现的，你怎么这么了解？是啊，你好像什么都知道的样子。其实这些知识都是木星告诉我的，他是个很厉害的人，这个时候就先搪塞一下吧。叶明，我一直想问，轮盘怪物之类都是突然出现的，你怎么这么了解？是啊，你好像什么都知道的样子。其实这些知识都是木星告诉我的，他是个很厉害的人，这个时候就先搪塞一下吧。这样啊，怪不得他知道超市有轮盘。嗯，就是这样。话说回来，喝了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？正常情况下，身体素质不好的人服用，有一定的几率会暴体而亡。暴体？没错，不过这些药水已经被我用工匠技能强化过了，服下虽不会有生命危险，但会产生剧烈的疼痛反应，能不能承受得住就要看你们了。你们想好可以随时问我要药水。不用考虑了，我喝。好，我就猜到你不会犹豫。不过你最好还是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再喝。好，你们两个可以慢慢考虑，我不会勉强你们的。
好，知道了，叶大哥。都休息吧，今晚我来守夜，明天我们还有大事要做。慢点吃，又没人跟你抢。什么人？叶大哥，是我。啊，初音，你不睡觉，跑出来做什么？我有话要和你说。什么话？我知道，一直都是我们拖累了你。瞎说什么？你们对于我来说各有所长，并不是我的累赘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昨天你不就救了我一次？叶大哥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嗯。你们腻歪完了？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你要到珍珠湖去？那里有什么值得在意的东西吗？总不能告诉他，因为我前世记得那里有宝物吧？这也是木星告诉我的，他说那里或许会有物资。又是木星，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。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因为我有些事要处理，必须离开一段时间。如果你确定去珍珠湖，到时候我就去那里跟你会合。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吗？不必了，有你给的强化药水，我想我自己能行。作为交换，这把枪留给你。不用了，你带着防身吧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我可不想欠你一个大人情。叶明，我也做好准备了。好。有种骨头要裂开的感觉。别怕，再坚持一下，疼痛很快就会过去。我忍过来了，身体好像充满了力量。这就是强化之后的感觉吗？不错，现在你们已经有了保护自己的能力，每人对付一两个普通怪物不在话下。我要再去一趟先前的医院取些东西，你们可以在附近找小怪练练手。莫叶，你独自一人行动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早去早回。你也是。地黄丸，我们走。很好，袁归恶还在。前世就曾听说过，有人在这个城市击败袁归恶后，得到了一张顶级武器图纸，最后成为了六星强者。之前的武器伤害都不高，如今我又觉醒了工匠技能，所以这张图纸必须拿下。不过圆规鳄皮糙肉厚，唯一的弱点还藏在嘴里，而现在的我只有一把枪和一把匕首。地黄丸，你说咱们要不要搏一搏？你是在鼓励我吗？好，那我就去试试，你在这儿等我。出发。喂，傻帽，看这里。傻龟，我在这边。很好，他上当了。停。傻龟，我在这边。很好，他上当了。这下看你还怎么咬我。拜拜喽，大家伙。看来真是我能力增强了，前世这东西需要好几个人联手才能对付。图纸应该就在那堆蛋里面，找到了，让我看看是什么图纸。厉害呀，居然是可以进阶两次的紫色武器。一般来说，武器每次进阶都会获得一个附属技能，这把刀不仅是紫色品质，还自带两个觉醒技能，难怪它可以成就六星强者。不过想把它升满级需要花费1000枚五级魔晶，
只能说未来可期了。先把一阶的胚子风之月做出来吧，这些蛋也是稀罕物，千万不能浪费了。帝皇丸，快过来，给你做点好吃的。别说，这圆规鳄蛋羹的味道还真挺不错，而且竟然还有强化体质的效果，力量提升了一大截。那是三阶魔晶，帝皇丸居然进化了。你应该有自己的天赋技能了吧？给我看看。想不到你都会人飞镖了。原来是你的毛啊，还挺突然的。你先吃着，我去周围转转。这辆车不错，可以用来做基础材料。工匠技能溶解，接下来就是融入圆规鳄的爪子和牙齿，最后再放入一枚二阶水晶。一阶风之月成了。削铁如泥，不错不错。初音，我回来了。叶大哥，你们去附近拿小怪练手了吗？感觉怎么样？你看，我们解决了不少呢。我现在一棍子就能带走一只普通的。收集了这么多水晶，看来你们适应的还挺快嘛。累坏了吧？吃点东西补一补。这不是医院那个怪物的蛋吗？圆规鳄的蛋，吃了之后可以提升体质。你竟然把那个怪物打败了，好厉害！这玩意怎么吃啊？砸开了，直接放在火上烤就行。帝皇丸的毛怎么少了？听叶大哥说，这好像是他的什么异能。会掉毛的异能还真蛮独特的。帝皇丸，你也来一块。初音，你过来一下。我有东西给你。什么东西？我记得你之前学过体操，就给你做了一个鞭子。真的吗？谢谢你叶大哥。试试看顺不顺手。好厉害。这是我用工匠技能强化过的，就算同时对上三只一阶怪物也可以应付。真的吗？陈慧，你呢？想要一把什么武器？我也有。当然，毕竟你们现在都是我强有力的帮手了。可是我之前从来没有用过什么武器，可以等我想到了再告诉你吗？当然没问题。叶大哥，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要去珍珠湖了？没错，到了那里也许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放心吧叶大哥，我们一定没问题的。很好，那咱们这就出发。啊，叶明，珍珠湖有危险，你还要去，是不是因为有什么宝物啊？没错，那里存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轮盘。上一世，有一场大战就发生在珍珠湖。击破后，还会出现有灵智的守卫怪物。这只怪物掉落的宝物，足够震动整个末世。为了猎杀他，附近所有的幸存势力都出动，战况十分惨烈，但也成就了无数强者。